继续要带您前往凤山区，这是一个充满历史性的地方。对于高雄县市合并这件事情，当地的里长们呢都有很特别的纪念方式。其中东门里长对于自己的管辖责任区地图，他有个趣味的形容词，到底是什么？我们带您来了解。里长服务处前的门柱上挂了好几块牌，每一块都是县市合并见证。因为县市合并前哦，他每当选一届，对不对？一个市长就一块。以前我是林三郎市长第八届，然后第九届是徐世杰。从合并前的凤山市里长变成合并后的凤山区里长，东门里的版图没变，地图上看来接近三角形。里长对自己的责任区有个加深印象的形容方法。东门里像一个刀字形啊，为什么？因为它看起来形状很像一个菜刀啊，里面你注意看，对不对？而且黄埔公园那边很像刀尖，哦，阿凤东到那个凤林就很像刀柄一样。再看一次地图，经过里长活灵活现的解说，凤山区东门里范围圈起来，还真的跟一把菜刀有些神似，让人看了会心一笑。港视新闻吴远珠、宇宏采访报道。